是2018年杨振宁的三个孩子从美国回国探望老父亲时和父亲及继母翁帆在三峡大坝前的一张留影，这也是翁帆嫁给杨振宁以来第一次与三个继子继女的合影。看着翁帆把父亲照顾得这么好，他们也都非常的高兴。值得一提的是，杨振宁最小的女儿杨佑里都比继母翁帆大15岁。